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上一次下大雷了，上一次把戒符棒带去深渊的吴秋风哦，打雷了，非常惊世骇俗，打雷了，总算打雷了吼。那我的冒险成就非常的惊世骇俗完成了，所以那个继续完成我们的隐藏那个怎么走到这一步的那个，我们今天先去把海豚也引到深渊里面，它可以用缰绳，应该会容易很多吧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要做？看一下深渊附近的地形，有附近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远古深海守卫？对，这一点也蛮重要的，看距离多远啊。如果很远就要引远古深海守卫，如果没有很远的话，那可以去被感染一下再飞回来。照理讲1000格之内应该都可以用飞的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又要走回到深渊了哈。等一下呢，到深渊我就打开这一张地图，展开我们最后的计划。到了，打开我们的地图哦，这里不太妙。先上去好了，上去再说。好了，我把地图放到最大了哦。到底要往哪里飞才会有海豚、远古深海守卫？完全看不出来，感觉都没有，有没有？这里是高山地形的。我们要到海边吧？沿着这里有一条河，沿着这一条河出去，看能不能看到好了。哇，这个前哨站跟村庄就隔着一条河而已，太酷了吧。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在这边完成村庄英雄和灾厄这两个不祥之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黄色旗子那边是我的那个深渊的所在啦，那个距离没有很远哦。可是这个效果都蛮久的啊，那个距离不是问题哦。还是找我的海底神庙比较优先，还有我的海豚，我要找到海洋啊！有没有大片的海洋？我把这整张地图大致飞了一遍没有连海都没有，河道是很多啦，可是就是没有海。我觉得我应该要直接做一个海洋冒险家地图，对不对？跟村民交易一下，拜托你们了。为什么会没有嘞？好了，我直接在这里交易出一张海洋探险家地图。超远的。我的天哪！所以要往这里飞哇哦。好哦。我飞看看好了，这里才有哦。如果靠我自己找，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在这里哦！哎咻，感染我吧！哎咻，挖掘减速啊，快！挖掘减速，快！快哦，快！快！你有没有要挖掘减速啊？都快死了！有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挖掘减速，有5分钟，应该可以吧？时间应该蛮充裕的，5分钟如果5分钟飞不回去，是不是就宣告没救了？应该可以啊。好了，我们飞到定点了哦。目前还剩下2分钟的挖掘疲劳，我还要走到最下面去。看来我应该要用直接跳下来的，可能会比较快，对不对？不然
时间真的有点赶、欸、真的太赶了哦。好了，到达地底下了，地底下还有1分40几秒，我有哦有跟时间赛跑哎、欸，啊呀，那到达介福可深渊，应该是来得及啦，对，应该是来得及的，嗯，好，还有1分半，时间还算充裕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了，我们正式要拉海豚的啦。秋风，我正式发现海豚了，感动啊！这里大概离我的深渊约莫1000格啦，对，大概1000格左右。哎咻，1000格，所以我就是要拉着这个走1000格，而且不能飞，要走水路哎、欸。哎呀，而且还要确保它绳子没有断掉。好啦好啦，走啦走啦。哇，我开船开到这边就没有路可以开了、欸。这里都断断续续的，我应该要打通这些水路，让这里可以继续延伸，就可以沿着这一条继续往里面开，对不对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好好好好好，这一条小小的水路，要把中间断掉的部分打通哦。我们总算打通这个山脚下的河道了哦，接到这里来，前面应该都是有水路的啦，那个地图都有显示哦。最痛苦的是刚刚这一段啦、啊、对，就是这一段，哎哎哎，对对对，这里挖了还蛮多的，总算把这个水路都打通了哦，这里。然后一路连到我们刚刚海豚的地方，我回去看一下我的海豚。哎，海豚呢？嗯，绑着缰绳的海豚也会消失哦。哎，嘿嘿，那我的缰绳呢？好了，我先回去一趟了。可恶！我回去弄一个命名牌，再拿缰绳，再来啦。反正这一次，水路打通了，应该是没问题了吧？可以直接拉到山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有挖深渊的那个河道、欸，干脆也把那个深渊河道也挖一挖好了啦。深渊河道这里应该是蛮容易就可以过来的，所以我这边应该不用太紧张哦，可以一路到这里。哎，我应该是从这里直接挖下去，会不会就可以到深渊了？不需要再绕过这里吧？不需要这样绕过去。总算是把这个水路挖通了，目前没有水啦，开水大典来了，让这里的水流直接流到下面去哦。不知道挖了多久了，来看一下哦，它就可以经由这里，哎，太顺了，经由这边一路下来哦，这个再挖一下，再挖一下。让这里变得比较顺一点，那个海豚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冲下来了。冲到这里之后呢，我有做一个，哎，对，就这样，它可以直接从这边掉下来，这里这应该不会摔死。掉下来之后，这边也有一个水道哦，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床边。虽然是到床边啦，可是到床边距离介福可，还有一段路啊。我的介福可在那里耶，离深渊啊又有一段路哎。先不管啦，先把
海豚再到刚刚那个位置再说好了。我先回家准备命名牌，我顺便把这个介福壳也命名一下好了。直接换两张命名牌，我要命名我们的介福棒还有海豚嘛，对不对？让这两个生物不会消失哦。好了，有了这个应该可以不会发生刚刚那种签到一半的憾事了吧。而且这次水路都打通了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的吧。如果有再说好了，我老是遇到一些阻碍嘛。带着我们的命名牌哦，先给你一张啦，然后另外一张给我们的海豚，我要去正式的拉海豚过来了，抓海豚哦。哎，还好这边海豚还不少，不用担心没海豚抓，海豚悠游。哎，海豚，海豚不要跑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哎哎，不要跑，哎，这你在玩什么？不要玩了，来了，你在玩什么？帮你命名了，命名好了好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命名成功了。哎哎哎，不要不要再走了哦，悠悠，海豚悠悠。哎呦哎呦，我被什么抓了？哎呦，什么东西咬我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刚才应该是那个啦，溺毙啊。我想说我被什么咬了。走走走。哎，我发现海豚其实有点难牵呢，特别是在这个狭小的河道里面，缰绳会断掉也就算了，那个比较浅的地方只有一格的水，海豚还会跳起来撞到旁边的泥土。哎，感觉说不定我牵过去啊，哎，又断掉了。哎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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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。我想说我会不会牵过去，海豚就自己撞地面撞到死了。哎呦，拜托不要哦，我已经牵了大概一半的距离了，这个河道真的没有很好牵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来最难牵的部分了。哎咻哎咻，不要冲动哦，你跟我们走，跟我走跟我走。哎呦哎呦，我连开船都不方便了，还要你跟我走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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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直线了。哎，他就是会这样跳起来，然后就不小心撞到岸边。哦，没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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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冲动哦，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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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冲动。好了，海豚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有油，一起跟我游下来咯。哦呦哦呦，很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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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就这样就是这样。哦咻哦咻哦，我们的海豚终于要到深渊了。啊咻，下来了，没事，还活着，我的友友还活着。哎，他会不会跳到陆地上啊？我是不是应该要保护他一下？我应该把旁边的这些地方先封起来，让他不会有机会跳过去。好了，秋风把这附近该封起来的地方封一封了哈，让我的友友在这里面游。这里还挖了多深一格的哈，希望他不要，应该没有地方可以让他撞受伤了吧。你会不会自己搞到自己淹死啊？不会，这样跳起来应该不会淹死哦。好啦，那个先让海豚在这里好不好？我现在应该凑齐的都凑齐了吧？只有让他们更接近深渊这一点，对不对？好。那个我们先回去把烽火台搬过来，烽火台也是必要的嘛。哎呦，好多东西要准备哦，这个成就这个进度真的很不容易耶。